也是我在早期新谣节所创作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在世界放光芒》，谢谢。多少未来变成过去，多少美梦变成回忆，想不起你我每天都在担心，任何困难任何时候会降临。接下来的精彩演出，哇，大家肯定是听得不够，老师是不是想要再唱多几句啊？唱什么？真的是大合唱嘞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刚才你在唱的时候，我们后头都听得到大家。还有一首歌，大家一定会唱。是啊，这首歌呢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留个悬念哈，因为每次新谣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大家听不够，当然演出嘉宾也唱不够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对，可是哇，唱着唱着已经来到十点半了，哎，真的，是谢谢大家都还是留在这里陪着我们，一直到晚上。今天真的非常的感动，包括老师的歌声，还有老师讲的一些笑话，我们都记在心里。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老师李斐飞老师，谢谢今天晚上带来的精彩歌曲。那么听。